直击总鬼团七人招魂烧溪前。俾呢家嘢，相信好多人呢世都唔想见到。偏偏近年靓界竟然潮兴探鬼，仲阵暑假搞到好似暑期活动咁滞。见到都好嘅。点解见到都好咧？唔惊咩？惊啊！系咯。都想睇下噶嘛。Tiffany 今年升中六，同 Fanny 都未成年，要签家长同意书先嚟得。搞手阿宇一行七个人，上星期二就去咗西贡黄竹仁村探鬼啦。全部转飞行模式，一阵间咧，我哋会用 EMF， 因为个电话会发出电波嘅，我哋要熄咗佢，以免干扰仪器。佢哋走咗入啲吉屋里面，我都忍唔住讲声，有怪莫怪，唔关我事噶。2003年9月仲有人。有机会有灵体，因为个数据已经去到差唔多挨近40，佢哋就决定开始招魂，即系要向北嘅。北方系啲咩？鬼门。佢哋烧溪前，又揾两个人坐喺蜡烛阵中间，仲 set 埋相机影低。等咗好耐，结果乜鬼都冇。阿宇去年同志同同学嘅朋友成立咗世界灵异文化协会，逢星期六都有探鬼团出发，地点就由网友决定。佢哋仲列咗五大猛鬼热点俾大家参考添啊！贪得意跟住去嗰啲咧。其實佢好驚嗰啲咧，咁嗰啲佢就會有排斥嘅反應，抗拒自己喺嗰個環境裏邊存在。咁呢個抗拒咧，如果再嚴重啲咧，佢會休克，會暈低。佢仲話有可能會出現創傷後遺症，一到夜晚就會驚，影響正常生活啦。舊年九月就有12個中學生去元朗達德學校探鬼，搞到有3個女仔嚇暈咗，仲有個男仔話俾鬼咬傷添啊！其實係咪真係冇嘢玩到咁咧？